要猎物防止隔壁的部落来抢夺，勇士们先站在山头上保卫着家人。这条舞叫泰雅风情，非常有文化内涵，边跳为各位解释。非常抱歉，这条舞一定要有头目，也就是酋长，前是请员工的爸爸，好几次都喝醉了，后来我就自己来演，让你们看到全台湾全国眼睛最小的头目。热烈掌声，泰雅风情。平常你们到花莲看到的是阿美族，这个族没有丰年祭，以祖灵祭为主。最后面那位红色披风长条子，代表部落里面年纪最大、德高望重的一个阿嬷。第二位黄色红色披风，代表昨天刚刚结婚的新娘子。新娘子一结婚完就要出来做事情，因为他们是共享，阿嬷很凶，她非出来不可。
苎麻可以长到两米到两米五高，从小就要练习将苎麻抽成丝，抽成丝以后要练习织布，会织布以后，在生理期来的第一次，请纹面师来纹面，纹面了以后就可以结婚嫁人。首先请阿嬷带着新娘子示范一下如何将苎麻抽成丝。勇士们出去狩猎，去了十几天，终于回来了。跟各位报告，我们过两天啊、哦，如果中秋假期完了以后，住房就很低，都是个位数，都是外国人。今天。